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空间中有四点呐、啊，他要你求说哈、哦，这三个向量张成的那个平行六面体的体积啊，哦，这个三个向量张成平行六面体体积哈、哦，上就是什么？上就是这三个向量的三积啊。我们先看这个 AB 这个向量等于多少？这就等于那个这个减这个嘛，这一负二，哎不对啊，这个减这是正二，啊负一啊，然后 AC 呢，比多少？这减这是负二啊，三负二 ，AD 哈、啊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负三的啊，负三，这是一。这是一啊，好，那么这个体积呢，就等于多少？等于哈、哦，这三个向量构成的那个三阶行列式啊，取大小，我、哦、取大小，取绝对值啊，我、哦、就是说，那我要降阶嘛，这个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嘛，就要一乘以多少呢？这个减这个就是五了，啊加上二哈、哦，乘以多少呢？二乘以这一个减这个，这是六哈、哦，六加二，六加二是八了，啊再加多少负一，我再减一，乘以多少呢？这个减这个了，就多少呢？就是负二哈加九，负二加九的话是七，然后取大小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绝对值哈、哦，五。加十六嘛，减七，哦，二十一减七啊，四十四，所以答案是十四。所以第二这一小题，这一题答案是十四。